外在美和内在健康一样重要，我们重视你的美，也重视你的胃，所以护理一定要内外兼顾，美容保养、食疗养生双管齐下。想要有型，身材不能走形，为您带来运动与物理治疗教学，打造健美突破。我是黄俊斌，我是郑秦文斌，活力加油站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，8度空间点亮生活每一面播出。